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向高，带你们来看看15年的经验是怎样的。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店都已经开好了，走，带你去 owner 的家。Let's go。你看，这些刚刚我们粘好了的，不是啦。其实我不是粘的，我只是粘一张不了。你看，还没有粘钉的话，太阳爆菜了，哇，真的是很菜耶！啊，我们关了之后，啊，你看粘了钉的之后，感觉是非常的凉。粘了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是省电哦，就不用开这么多冷气哦，因为凉了嘛。你看这个玻璃，下地玻璃这么大。是没有粘钉的，那个太阳晒进来，你的家私原本可以用5年的，现在给它晒一晒，用2年罢了啊！马上点击下方链接联系我们，优惠等着你哦。